好，那首先我们第一个来跟大家简单测验一下哈，因为我们要做影片嘛，那我先问一下各位喽，你在看这个 YouTube 的时候啊，你应该有看过一个地方，在这里，有没有看过这个？请问这代表什么意思？我们都知道数字越大代表品质越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它代表的到底是这个影片的宽度，还是影片的高度，还是你觉得老师另有隐情？啊，反正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麻烦你在这边，麻烦你选完之后，上面有没有叫提交结果？我们先测验一下好吗？来，还给你。刚刚我暂停哦，录影的时候这种等待时间我不会录影哦。所以你回去不用再等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里，这个我已经有开放统计哦，所以各位呢，你也可以重新整理一下，在任务这边你们会有看到一个叫进度，你们会看到一个这个叫进度哦，用这个画面给你看，在这边点进去，这是自己的，哎，我重新整理一下，好，任务，你直接点这个进度，现在就看到全部的，有没有跟我一样？好，就是要重新整理一下。我刚刚才开放，好，点进来，点上面那里。哦，有没有看到大家回答的情形的？哎，你们都觉得我有这么有心机吗？都这么不相信我。然后还有四分之一的人觉得是宽度。很显然，今天只有部分的人可以回家呢。答对的只有14.3%。我不好意思再往下看了，因为现在往下看看到是谁。答案是高度。那为什么我们在做荧幕录影之前要先各位谈一下这个东西？因为那个是不是你常看的？可是为什么你都会认为是宽度？表示你对于录影的标准尺寸并不了解。基本上，因为我们学校有做动画的科系嘛，对不对？3D 的，这个他们一定会很清楚啊。但是非动画科系的或多媒体相关科别的，可能就不会特别注意到这边，因为其实我们在 YouTube 上这些影片，基本上呢都是什么？都是用标准的。你今天如果非标准的，虽然你可以传上去，可是呢，你们会发现你的影片旁边或上下会有黑色的。也就是说，它如果不是标准的，它还是要把它撑开，撑到最大。那因为非等比例嘛，所以就只好撑不开的，就只好帮你补上黑色的。所以这样效果比较差，所以一般我们会比较建议各位，如果你以后要录影，不管是帮老师帮你自己录影，最好做的就是标准尺寸。那标准尺寸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来这里看一下。刚刚在这一题，在这边，你在看这一题的时候呢，我们有看到几个尺寸哦。好，点这里，那么我在这里就把它写出来，这个是我大学时代的，因为这叫 VCD，拍谁？我们以前的时候要播电脑要播 VCD，还要加个影像加速卡，这样才会比较厉害，才能够看。好，那你到了这个呢？这个是640×360，这个是目前应该是各位在 YouTube 上，应该说部落格或 FB 上最常看到的分享尺寸。因为这样比较小一点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再上去呢，是各位这个年代的，写错字，后退一下，这个叫 DVD，这样有了解的吼。再上去呢，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数字以后是不是都有一个叫 HD？那这个呢，就是一般我们讲的1280×720。那么再往上一点，也是 HD 的，是1920×1080。这样有了解了吗？所以你看到的数字是这个影片的高度，所以如果你要做录影的时候，最好就是搭配这种尺寸是最好。当然，如果以教学来讲，有些时候不得已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应该有一些经验，笔电接上投影机，荧幕解析度自动有没有缩小？因为会变成1024×768，这个要跟我们那个投影机有关系。好，投影机的没有办法支援那么高解析度，那你就只好认啊，就要缩小一点。
好，就要缩小一点哈。那请问有没有在这个更上去的？你觉得有没有？有，有没有听过 2K、4K、8K？ 哎，是的，你也可以用这个关键字去哪里？去 YouTube 上找一下哦。你看哦，我们到 YouTube 上，你可以找一下 4K、8K 都有哈，随便点一个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字。好，这不是哦，哈，这公格哦。好，停掉，来，你看一下，有没有在往上？这样你了解了吧？所以高度知道的，宽度你应该就可以算得出来，是六比九嘛？啊，不好意思，因为读设计类的通常这个不好，不太喜欢算，对不对？反正管他的，你知道高度之后，那个就可以算出来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先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，其实我们这个影片你真正要录的时候，最好就是用标准尺寸。好，你要用 DVD 也好，或者是 HD 或 Full HD， 一般1920×1080，我们刚刚看到这个1920×1080，这个我们这个以上，这个就是我们称作 Full HD。一般以教学影片来讲，最常录的就是这两个尺寸，这两个。教学影片，好，因为有些人在手机上看嘛，对不对？你录太高，档案档会更高，对不对？更大，所以一般大部分还是以这两个教学影片比较多，比较多哈。好，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了？